爱丽丝，你好点了吗？还是晕乎乎的。有点发烧，嗓子还有点疼。唉，谁让你贪凉洗冷水澡呢？赶快吃药，吃药发了汗就会好的。不要，太苦了。苦也得吃啊，它能治病。乖，药哪有不苦的？吃了病就会好了。不要，我真的受不了那种苦味。嘿嘿，艾丽森，你看这是什么？甜甜的水果糖。要不然你就就着糖吃，也许会好一点，不会那么苦了。甜药，真的甜吗？欣欣，你保证一点都不苦吗？不苦不苦。哎呀，药都洒了，还得再抹。欣欣，你先别抹药了，我觉得艾丽芬的思想问题更重要。就是，总不能每次都那么麻烦吧？哼，反正我就是吃不下这么苦的药。啊，艾丽芬，你今天食欲怎么样？食欲还真不怎么样，今天早晨就吃了一大筐香蕉。这还算不怎么样啊？够我吃半年的了。艾丽芬，也许你应该换换口味。哦，药太苦你吃不下，那我们带走了。感觉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你昨天送来的西瓜真好吃，我吃完觉得精神好多了。啊，是吗？太好了。艾丽芬，你吃西瓜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苦啊？没有啊，西瓜怎么会苦呢？那你知道你为什么吃了西瓜病就好了吗？是因为我吃了喜欢的食物，所以增强了抵抗力吧？不是，是因为虎哥把你的苦药片藏在西瓜里了。你还是因为吃了药病才好的这么快的。